专项的就是说技术工人培训，才能这个在这生产线上生产组装。 就是加大这个农村务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，怎么样精准的针对他们这个群体，他有了这个技能以后，就更好的就业，增加了他收入。在履职当中，对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，提出更有建设性的建议，推动乡村振兴。